everyone. I'm Nina Xiang. I'm here in Hong Kong talking with NBA superstar Yao Ming on philanthropy and what he thinks wealthy Chinese entrepreneurs should do to enhance their charitable efforts. 姚先生，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做今天的访问。那您从5年前退役之后呢，一直都是致力于慈善，包括创建助学新教的姚基金，还有作为这个特奥的形象大使。我想问一下，您对于就是做慈善的这个热情来自于哪里？我想这个热情不仅是我有，实际上我们的文化里边就有非常强烈的。强烈的对社会这种责任感，从过去的一些行善积德的一些文化的传承上，很自然的就学习到很多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的社会也知道，所有人都应该贡献他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希望可以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做一些努力。那就是您对于现在中国富豪阶层做慈善的这个现状，您是如何评价呢？我想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有些事情由于我们过去的经验积累不足，所以说在某一个阶段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修正这些问题，使将来的工作越做越顺利，越做越好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去否定很多的富有阶层去关心社会，去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那就是您现在作为特奥形象大使，然后参加他们很多的活动，然后也会和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做各种各样的活动。在这当中您觉得就是给予您得到的收获最大是什么？我一直感觉每次看到那些特奥运动员，包括他们的家庭那些笑在洋溢在脸上的笑容的时候，感到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。那些笑容非常的纯净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明亮。对于中国的这种比如说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想进入到就是他们想做更多的慈善，您建议从哪里开始最好呢？我相信这个角度其实有多方面的，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性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未必仅仅是仅仅是捐资助学，未必仅仅是扶老爱幼等等，这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去做。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得到尽情的释放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尽可能用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去参与管理，参与这些建设中，而并不仅仅是捐钱或者写支票。我相信这也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但是希望可以更进一步。最近就是这个 Facebook 它的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，然后捐出他很大财富的一部分，也通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，就是建立一个 LLC 公司。您对这个就是他的这种举动，您觉得有所借鉴吗？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讲，我想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举。首先我们要对这种我对这种行为表示深深的敬意。他把自己的财产的99%都捐出来了，并不仅仅是一部分，去做这样的事。他怀抱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，他希望从他那封信上可以看出，他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的，不仅是自己女儿那一代人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所以他本身的出发点还是希望使这个社会有更大的进步。那对于您个人来讲，从这个举动上您有任何的启发吗？我想首先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去看他的这种怎么说，他建立的这样一个 LLC 的公司，包括和他和他的这些想法，我想我们也确实有很多的借鉴。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目前在中国还有很多管理上我们还不具备，像在美国那样的怎么说呢，这样的一种水平吧，需要慢慢的弥补，慢慢的借鉴。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时间。